打的话，要不要先用巨锤？我想一下，可以啦，直接巨锤。因为一开始我记得还蛮难破他的防。福月的破防率其实比较高哎。哎呀，刚刚应该先用一下这个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啊，好不好？增加一下，增加一下。来。看看他。詳細情報ゲットです。四万滴血，水属性会害怕。Yes， 燃烧吧！私の番です。行きます。攻速斩。提欧应该就一直这样子连续斩，因为反正他也没办法放大。哇哇！他做什么？前排全打。你可以吗？解除驱动。哎，有有有有耶！双克刃啊，还好有你。提升一下自己。僕の番だ。行くぞ！突撃陣、烈火。よし。破他的驱动。又投资，还好，这还可以承重。有人说用太刀阵容，僵直 0.3， 晚一点啦，等我们 BP 消耗看状况，好不好？看状况，然后。不好打、啊，行くぞ。胡月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、啊，他破防比较高，而且对方一定是延迟是免疫的吧，延迟20。上嘞，有破防成功。私の番です。破防成功还需要帮大家补个血吗？大家的血很低，没有办法补到三个人就不用补了。啊，持续进攻就对了。威力 A 加。趁现在，打爆他。啊！有人说换太刀，好，速攻打，速攻打，よし，那就是疯狂暴风雨斩，速攻打，你以为斩一次就没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有第二次啊，快打！我原本还想说，你以为斩两次都没吗？还有第三次，就两次就没了，不好意思。哼，胜利方程式已经写出来了。S R 1
これで決める。これで決める。应该是等于直接打死了。もう一回。とどめよ。ブレイカー。バンダールが溶け。没关系。秀技一下啊。都给你加加的，还打那么少，他攻击力还上升。Why you？ 这次 boss 没有锁血哦。消失，消失，消失！呀！哎呀！先に進む。有啊，尤娜刚打比库尔特还痛，尤娜打五千多，库尔特大招打三千多，所以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好不好？李恩表示：“我气两百，轮到我了吗？还没出场是不是？哎，我的学生真是好。啊，对不起，你突然有一句话，没关系。大家在装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招是他们放。李恩表示：哎，我没有放大招，我不累，不累不累，李恩不累。”黑暗时代的魔导魔像，连克洛斯贝尔都出现了，这倒是蛮神秘的。哎呦，还来？哎，没有，不这样子玩的。我知道了，来了，罗伊德，我猜。还要玩你吗？还是要白发？再次聚一下，是不是可以呼唤他？来，海の騎士。その必要はないわ。哎，就知道没有必要。这个是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亚历莎？我猜错了，哇！好美！今のは努力自覚の踏み。間に合いましたか？正常是这样说的吗？シャロン、一気に仕留めましょう。不用战斗了，轻松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遅いですよ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腰。視線。拜托啊！哇，开打开打开打！两人的合体技，女英雄救美，哎，正常有人救你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反应，好美。今の技は，对啊，两个 S 技直接修掉。まだ出現しそうな。其实雪伦就可以单打独斗了啊，完全になくなりました。もう一安心かと。要散了，要散了。哇，他那个服装有没有六六六啊？六六六啊！新服装太棒了，新服装，新服装。拥抱，拥抱。なんていうか。我赌十块钱会拥抱。やっぱりマキアスとグルになって狙っていただろう。哎哎哎哎，在场各位，十块钱拿出来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気の利いた挨拶をちゃんと考えてたんだけど。后面尤娜，这么漂亮的女生，居然投怀送抱。いざ会ってみたら、全部吹き飛んじゃったっていうか。そうか。久しぶりだ。
直接会うのは1年以上ぶりか。太惨了太惨了。綺麗になったな。正直見違えたくらいだ。不是、啊、这完全官配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完全官配啊。你这如果你自己玩羁绊是主要是玩其他角色，你看到这个不是恨得牙痒痒的，对不对？完全官配哦啊。あなたの方こそ。でも一目で声を聞いただけでわかった。非常诚实抱回去。あなたが私の私たちの抱超久，还整个依靠你。大切な人だって。这你跟我讲只是朋友。久しぶり。怎么可能？それから卒業おめでとう。あ、ありがとう、アリサ。闪鬼啊，闪之鬼迹啊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。その彼女も九七組ですが、さすがに予想外です。話は聞いてましたけど、ちょっとラブラブすぎません？真的，以前罗伊德也没有那么多的闪闪镜头，太闪了。熱いベーゼの一つくらいはご容赦くださいませ。没有吻，还没有吻。しないから。学生傻爆眼，真的。超闪，超闪。这个他，我跟他的羁绊，这没有个四星五星说不过去啊，然后他们还带来维修用的零件。嗯，我的女人真棒，有没有？这完全就是这样的眼光。后面学生翻白眼。被带来这里，被虐了一番，有没有？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，肩并着肩走路，有没有？完全不回避，不需要回避。这你跟我说只是同学，鬼才信。哎，有更多对话啊，期待跟他们。一定会有，一定会有。然后可能约晚餐啊之类的。哎，上午十一点，我都忘了我们下去是什么时间了。隔天了吗？应该没有，应该就只是我们应该是一大早去忙吧，是不是？应该是，对，一大早去忙，现在很早。对对对对对。还记得吗？一开始五六点还是六七点就到了。本当ですか？整備車両が来るっていう話は聞いてましたけど。这一天还很漫长，好不好？大家还中午而已，中午就看到了，还有下午时间，还有晚上时间，还有更晚的时间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ええ、以前から連絡していた例の装備も持ってきたわ。あなたがティータさんね。会えて嬉しいわ。风采全部被抢走了，有没有？哇！アリサさんのことは前々からグエンさんから聞いてました。え、そうだったの？大旦那様とラッセル博士は旧知の中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ら、年に一度大陸各地を回るときにリベールに行かれていたようですね。哎呀！そうだったんだ。感觉他头上就一个 spotlight， 有没有？同样都是孙女。ティオスケ。哎呦，久违的重逢。六个月。我们也来，代表他们拥抱的事情已经传遍了，有没有？ランディさんも元気そうで何よりです。ミレイユ
算你悪いので。怎么样，安安米来哟，这是我今天抽到的，谢谢谢谢。いや、あいつとはそこまでの関係じゃ。对。